是这个叫雌激素啊，激素雌激素，植物类雌激素与生命之泉，我们看看它们之间的关系，好吧？啊，有伙伴、朋友、家人愿意邀请他们上来的，可以给他们打个招呼。好，那我们先看看这个激素是什么东西哈。我们知道激素呢，是我们身体的，我们叫做内分泌系统分泌出来的这些控制我们身体的各种功能的这些激素哈。所以呢，激素对我们身体呢非常的重要。所以呢，会存在一些像这些激素治疗，有些治疗的激素好像效果快哈，那么说明这个激素对我们的身体呢非常的重要啊。那它的这个激素的水平的升降啊，对我们的身体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呢，一旦我们的内分泌系统失调，那我们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疾病。大家可以了解一下什么是激素呢？有哪些？我们身体有哪些激素是决定我们身体的健康与否的这些？那我们先看看什么是这个激素的类别，可能看看分类哈。激素呢？激素的种类呢？机体内激素的种类是很多的，根据激素的化学性质。将激素分成四个大类，那么具体的呢，有比如说第一类是肽类激素，那么这些呢，主要的成分是蛋白质构成的，比较常见的是胰岛素、甲状旁腺激素啊，那么胰岛素呢是管我们的这个血糖的调节啊，那我们都知道，血糖呢。大家一听说糖尿病，就觉得这个血糖很可怕，血糖是一个好像是个很恐怖的东西，在我们的体内是个毒素啊。但是呢，我们也反过来要看到，血糖是我们身体又是必须的啊，少了呢还会引起身体的凋亡死亡的这么一个重要的营养素啊，所以呢，血糖是我们身体不可或缺的。所以这个糖尿病人呢，虽然是糖尿病，比如说就说是血糖高了，那会很有害。但是血糖低了呢，我们如果是用我们的，大家都知道这个血糖的正常值是大概，比如说餐前是5点几到6之间是比较正常的。当然有。这个4点几也是可以接受的哈，但是呢，再低的话，那我们就会产生晕厥和这一类的问题。那么就是说，当我们的身体呢，如果是血糖缺到一定的程度，那么就会产生这个生命的危险。所以呢，那么血糖如果太高呢，当然它会去污染我们的血液，使我们的红血球之间太多的粘糖，那么也会产生血液的凝结，引起血流不畅，最后引起堵塞最终引起中风或者是心脏病或者是堵塞这样的问题。所以呢，这个血糖的问题是由胰岛素来控制的。那么胰岛素呢？胰岛素就是帮助我们控制血糖的。那么这个是由胰腺来分泌的哈。那么这个叫肽类的激素。那么甲状腺的激素呢？它是帮助我们去调节我们身体的代谢功能。所以有的人会肥胖，那肥胖呢？太胖的人呢？很多人是因为甲状腺的功能低下甲状腺产生了故障。
那么就出现了这些甲状腺相关的肥胖症啊，或者是甲状腺亢进症啊，甲状腺的这个高或低，或者是长了肿瘤啊结节，或者是甲状腺粗脖子哈这一类的问题，这些都是甲状腺激素出现的问题，所以这肽类激素是第一大类。那么第二类呢是分成氨基酸类的激素，那么这些呢也以甲状腺其中分泌的一种甲状腺激素包括我们叫 T3、T4、游离 T3、游离 T4，这都是帮助我们的身体去产生代谢和这些体重控制不同的这些甲状腺激素呢，帮助我们身体控制不同的生理功能。那么胺类激素呢，主要是肾上腺激素肾上腺激素呢，这是我们的肾上激素包括糖脂糖皮质激素和盐皮质激素对人体的免疫系统有非常重大的影响还有去甲肾上腺素多巴胺我们知道多巴胺呢是我们身体的我们叫快乐激素就是保持我们的心情愉悦的激素，同时呢，也是我们身体的控制我们身体的身体的肢体功能的，比如说我们身体的移动运动跑动这些都跟我们的这个多巴胺的这个数量有一定的关系。那我们的大脑呢，我们的神经系统的传导是通过这些激素去让我们的身体产生什么样的活动所以呢，为什么有的人这个多巴胺的这个多巴胺的这个指数太低之后呢，就会引起肢体的行动困难，那比如说帕金森氏症这些所以呢手都颤抖都有这些呢，所以我们的一个胺类激素、肾上腺激素一旦产生异常也会出现问题。那么第四呢是类固醇激素，那么这些呢是最常见的就是糖皮质激素、盐皮质激素。性腺激素，那么这性腺激素我们就谈到了，性激素主要包括雌激素、孕激素、雄性激素等等，那么包括睾酮、维生素 D 这些都属于这一类的激素哈。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这个人体内源性雌激素与雌激素的内雌激素的分子结构大家看看这个图就知道这个人体内雌激素和我们外源性的这种植物性内雌激素它们的分子结构是相似的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把这两个呢容易混淆起来混为一谈，这个是不对的哈，那我们看看这个人体的内源性雌激素，人体内源性雌激素呢是人体雌激素是人体的腺体分泌的雌激素，雌激素呢英文叫做 estrogen 又称女性激素，是主要的女性荷尔蒙，它会促进女性父性器官成熟及第二性征的出现，并维持正常性欲及生殖功能的激素。雌激素呢还分为两大类，基本上都称为类固醇激素，即雌激素和孕激素这两种。雌激素雌性激素呢主要是由卵巢的卵泡细胞等分泌，胎盘也会分泌一定数量的雌激素，主要为雌二醇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谈到的基本的概念人体的内源性雌激素，这是我们人体由我们的这个卵巢和胎盘分泌的雌激素是从我们身体内产生的，那么人体的内源性雌激素呢，是
还可以从肾上腺皮质也可以产生少数的雌激素。那么女性女孩在进入青春期之后，卵巢开始分泌雌激素，以促进阴道、子宫、输卵管和卵巢本身的发育，同时呢，子宫内膜增生而产生月经。雌激素呢，还能促使皮下脂肪富集，体态丰满，乳房、乳腺发育，乳头、乳晕颜色变深，并产生性欲，促使体内钠和水的存留，补充钙的存积，保持女性的心理和行为特征。很显然，雌激素对女性的健康成长很重要。所以，我们女性的这个生长周期是以七为单位哈，我们说七岁是个小小姑娘，还没有发育的，还没有开始发育的小妹妹啊。那么到了二七就14岁的时候，就开始有这个就有这些性征的女性雌激素开始充分的体现在我们的身体的各个器官，包括乳房乳头、乳晕这些都会颜色变深，身体开始发育啊。那么这个到23期、21的时候，就基本上到了成熟期哈，就开始有这个比较好的生育功能啊，也是这个时候是最适合于生育孩子哈。那么4期28，那基本上到了我们女性的最辉煌的顶峰哈。那么到了5期35的时候，那么就到了这个巅峰啊。到了这个时候呢，基本上就开始要走下坡路了啊。35岁，那么雌激素水平开始平稳，那么再一开始到七七啊六七六七四十二的时候，就开始走下坡路啊。那么到七七49就到了更年期了啊，这个就已经开始有这个雌激素水平严重的下降。那么这个时候就更年期综合症，那么7、8、56呢，就到了更年期的尾期啊。有人呢会到这个时候还有一定量的雌激素啊，所以呢，有的女性呢就保持的身体比较好一些。那么这样再继续下去呢，就进入中老年啊。那么这个就开始雌激素水平越来越低，那么身体就开始进入这个老年状态，所以呢，我们的雌激素水平跟我们的身体的健康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所以很多的女性呢，是在这个在七七四十九的时候，产生了身体严重的各种问题啊，包括这个子宫的肌瘤啊、囊肿啊、卵巢啊、卵肿瘤、囊肿、肌瘤。甚至是癌症乳腺增生、乳腺结节、乳腺癌，所以女性的这个问题都是很多问题是在更年期的前后出现啊，所以这就是我们一些这些雌激素水平下降之后，它就开始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当我们的人体的内源性雌激素不足的时候，那我们随着女性年龄的增长，尤其是绝经以后一般都是到了绝经很多人是在发生在七七四十九的时候就是最典型的更年期的前后，那么到7、8、56就基本上绝经的，绝大部分人都绝经了在这个之后呢，自身所分泌的雌激素就会逐渐下降这个时候呢，很多女性就会出现潮热、多汗、情绪多变、睡眠障碍等等。也就是普通所称的更年期综合症，那么还会导致骨质疏松甚至骨折、心脑血管疾病以及老年痴呆等疾病、生殖器萎缩、老年性阴道炎、尿道炎等等等等。所以这些呢，都是这个跟这个雌激素水平不够的时候就出现了这样一些问题。那么之后呢，如果是人体内源性雌激素过高这个呢也是一种病态的哈。如果现代生活容易使人处于高度紧张、忧虑、恐惧、焦虑、愤怒等等，孕激素低、排卵异常、
使人体产生过高的雌激素，人体处于高度亢奋状态，容易引起排卵异常啊，不孕不育，月经量多，时间长，子宫肌瘤啊，功能性子宫出血，子宫内膜异常啊，或者异位啊，卵巢囊肿、乳腺增生、肿瘤、癌症啊，这些都是当人体的内源性雌激素过高啊，或者叫异常的时候，就会产生相关的疾病。那么从植物内雌激素是个什么概念呢？植物内雌激素就是用了这个 phyto 这个词哈 ，phyto 就是植物性的 estrogen， 其中的 phyto 这个词来源希腊的希腊语叫植物后面呢叫 estrogen 就是我们的雌激素，也就是是调节女性和男性的荷尔蒙这个雌激素呢可以调节女性和男性的荷尔蒙。那么植物内雌激素存在于自然界的植物中所以是植物性的、外源性的、外来的这些。那么我们要搞清楚这个概念之后呢，对它的理解就会好一点，就也不用那么担心害怕。那么植物性内雌激素的来源和种类，植物性内雌激素虽然是从植物而来，那么它们的化学结构与人体内源性雌激素的化学结构非常的相似，是天然存在的化合物。植物内雌激素的种类有，比如说我们木质素、木酚素叫 lignans 类黄酮类 isoflavones， 还有异黄酮 isoflavones。类黄酮、异黄酮还有呢，精确异黄酮 ，genistein， 大豆苷原 ，datazine， 那么香豆豉酚类 ，cormestans， 阿尔苯乙烯类 ，stilbene， 这些呢，目前已知的至少有300多种植物含有植物内雌激素其中黄豆、亚麻籽等含量较多所以呢，这个植物性内雌激素实际上是分布于我们几百种植物中都含有的。所以呢，你要是担心害怕植物性内雌激素对你产生负面影响伤害的话，你是躲不胜躲，防不胜防，根本没有办法避免的所以这些呢，它存在于我们的几百种食物中。所以这个如果它对你有害的话，那你是躲不胜躲，防不胜防。所以呢，我们要搞清楚之后，我们就不会那么担心害怕所以呢，我们再看看这个哪些食物含有植物性内雌激素比较典型的就有蔬菜中间有大蒜、扁豆、青花菜、红葡萄水果内呢有红石榴苹果根茎淀粉类的有谷物、鹰嘴豆、燕麦、大麦、山药、牛蒡。豆类呢有毛豆、黄豆、豆腐、豆浆，还有天贝、纳豆、味噌。种子类呢有亚麻籽、奇亚籽、芝麻、小麦胚芽、花生。饮品类呢有茶、咖啡、啤酒。中草药里有当归、月见草、枸杞这些，所以我们的这个其实我们生活中到处都有这个植物性内雌激素有很多很多各种各类的那我们再看看这个植物性内雌激素六大功能。第一呢吃入含有植物性内雌激素的食物时，因为它的化学结构与体内的激素非常的相似，所以呢可能会对人体产生的内噬雌激素的作用包括，那么第一呢就是改善停经更年期前奏期间的健康状况，可以适当的增加植物性内雌激素的摄取，减轻因女性荷尔蒙分泌减少失衡的状况，缓解不舒服的潮热，
植物性类雌激素减少更年期妇女的潮热频率，而且不会有任何严重的副作用，也有助于预防停经后的骨质疏松。那么第二呢，就舒缓月经的不适啊。当女性的雌激素水平下降时，会影响人的情绪和能量，尤其在生理期间，会让人感到不适。补充食物中的类雌激素可以平衡女性的荷尔蒙，减少月经期间不舒服的感觉。那么第三呢，就是治疗青春痘啊，这个青春痘是尤其是青少年哈，那么这个女性的长青春痘呢，其中一个可能因素是体内的雄性激素浓度增加。补充植物类雌激素可以平衡荷尔蒙的浓度，减少青春痘的产生。那么第四呢，就是可以减少或预防某些类型的癌症，与荷尔蒙相关的癌症，比如说乳腺癌、卵巢癌，可以部分用天然食物调节体内荷尔蒙的浓度来治疗。许多研究证实，使用天然植物性类雌激素可以抑制雌激素类型，可以抑制雌激素形态的乳癌的发生及扩大转移。那么，因为这些天然植物性类雌激素会跟人体内的雌激素竞争雌激素接受体，我们叫 ACE receptor，而这些天然类雌激素对乳房的刺激，比起正常的雌激素小很多。当数量多到天然类雌激素占据人体内源性雌激素的接受体时，一般的雌激素、普通雌激素、人体内雌激素、人体内源性雌激素就无法跟雌激素接受体结合，因此就可以减少人体雌激素对乳房的刺激作用，于是减少雌激素形态的乳癌的机会所以这个是很多人对这个是有误解的哈，所以呢我们看看这个下面一个图啊，这个我们有研究表明呢，就是 7-HMR，也就是木酚素，也就是我们生命之泉的主要成分，这个或者叫唯一的成分它这个起作用的。有功能的这个成分叫 lignan 7-HMR，可以与我们的细胞膜上的 ACE receptor，我们叫做雌激素受体就是跟雌激素结合的这个机关那么这个它去占据或者抢占这个位置，那么去因为人体的内源性雌激素一旦跟这个受体结合的时候，当它的雌激素水平产生偏离或者产生不正常的时候，那么就会产生癌细胞裂变，癌细胞裂变上千次以上所以这个就引起了各种各样的肿瘤、增生、乳腺结节、乳腺癌，那么这些问题，那么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 7-HMR lignans 这个呢，就可以去迷惑我们的细胞，就跟抢占这个受体。那么，当我们这个呢，它又不引起癌细胞的裂变，所以呢，它不但不会增加癌症的风险，反而是它去降低它的风险，甚至是预防它的风险，以及当有了肿瘤癌症之后，它去帮助它去恢复健康这样一个特点，所以呢，这个是很多的这些大家可能在网上中搜索到的一些文章，说不要吃这些雌激素的东西。当然，这个如果医生帮你去打那个雌激素治疗的那种激素那种呢，那个是有风险的但是我们这种植物性的类雌激素，那对我们的人体是有帮助的，是有好处的，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搞清楚，不要被这个社会上的一些不懂行的人说的一些话来迷惑。
啊，那么这个也是有这个方面的研究哈，在芬兰的科学家啊，Dr. Adlercreutz 啊，对这个木分素的研究已经证明了它能让我们的患癌症的几率降低30%，尤其是在乳腺、乳房啊、前列腺啊、结肠、肺等等，还有呢对动脉粥样硬化和心脏病的患病率也降低30%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对胆固醇PSA 就是前列腺的癌症指数的前列腺的癌指标改善整体的身体健康都有非常重大的帮助。那么第五呢，就是增强我们的心脏的健康植物内视激素可以保护停经后妇女的心脏健康，减少动脉硬化等的发生，降低胆固醇，维持血管的弹性，这些呢，我们这里强调的是女性当然对于男性也有相应的帮助。那么第六呢，就是双向调节体重。我们这个研究发现呢，植物内视激素中的精确异黄酮，genistein。和木分素可以协助调节体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的这个有需要减肥的伙伴，哎，吃着吃着体重控制了，我们的这个脸也瘦形了也好看了。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有的人呢是体重消瘦偏瘦，或者是暴瘦，或者是这种。皮包骨这样的他们吃这个我们的产品的时候，反倒会增加他的体重这个我们曾经多次的讲到过这个双向调节体重的功能这个是。好，那我们最后再看看人体内源性雌激素与植物性内雌激素的差别。那么乳腺癌细胞的生长依赖雌激素。是个没有争议的事实所以这个雌激素，我们人体的内源性雌激素是乳腺癌、乳腺增生这一类的问题的重要的元凶之一，这个是公认的事实哈。但是不同的是，植物内雌激素与人体的内源性雌激素的作用机制不一样。植物内雌激素与人体雌激素受体结合时，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人体雌激素稳定。的双向调节器，所以当你的雌激素是人体内雌激素人体的内源性雌激素超低的时候，低下的时候产生的病变，那么当你服用一定数量的植物性内雌激素的时候，可以得到微量的补充，所以这样呢也可以帮助人体达到一定的调节作用。那么正向条件呢，是当人体内的雌激素不足时，植物性内雌激素挺身而出，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非常微弱的补充雌激素的作用。反向条件呢，是当人体雌激素过多时，植物雌激素的存在反而削弱了人体雌激素的作用，所以它就抢占了这些雌激素受体。维持我们身体的正常。当人体雌激素过多时，植物内雌激素竞争上岗和雌激素受体结合，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体雌激素和雌激素受体的正常结合。同时呢，由于植物内雌激素的生物活性很低，仅为人体雌激素的1/1000，也就是植物雌激素与人体雌激素受体结合后，不活跃，这样一来就避免了乳腺细胞因雌激素过多造成的过度增殖。那么我们再看看这个专家论植物雌激素看看这个植物雌激素双向调节作用。这个是华西论坛的一个视频，我们看看能不能播放演一下看看。
这个声音到哪去了哈？这里没有声音啊，看大家们能不能听得到你们那边。我看看这里。不知道为什么它播放没有声音哈，这个就是这个植物性雌激素双向调节作用啊，吃豆制品不会影响你的雌激素的对身体的影响，所以呢这个我们看的这个视频播放的这个声音好像没有。好，那我们呢？这里因为声音播放不出来，所以我们就不看它了哈。那就是回到这个专家论植物性雌激素这个就是有专家对这个问题做过专门的解释。那我们最后再看一下生命之泉跟我们的这个人体的关系哈。那么先看看生命之泉的是。超级抗氧化剂含有这个叫 pycnogenol 比罗酯，含有 7-HMR，就是我们的这个木酚素哈。那么它在抗炎、抗微生物、抗细菌病毒感染的同时，双向调节人体内的激素水平，对双向调节免疫力、双向调节体重、调节五高症。起着重要的作用。植物内雌激素避免了乳腺细胞因雌激素过多所造成的过度增生、增殖。好了，那这个我们基本上就在这里呢，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个生命之泉跟这个雌激素的关系。那么很多人因为害怕哈，害怕人体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外源性的内雌激素对人体产生伤害这一点呢是大家过滤了，不用担心所以呢，我们今天呢特意的给大家这个基本的一些常识做了一个简单的概述。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内容。那么剩下呢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可以让大家参与我们把大家的话筒呢能打开的我们也都打开，看看大家有没有可以参与学习讨论或者提问，或者是还有我们欢迎视频我们 Zoom 会议的伙伴，也欢迎腾讯会议的伙伴，欢迎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打开话筒。跟大家来一起分享讨论。好，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我相信大家也都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有关这个雌激素问题。那么很多人呢，市面上很多的医生也讲过这个。不要吃豆类不要吃什么这些实际上这些呢它对我们的身体的这种负面影响其实很少就是有很多人得了这个乳腺结节增生肿瘤甚至卵巢癌之后呢，就医生就不让吃这些东西实际上这些呢是对这个雌激素的误解，所以呢我们有这个有一个这个。发到过群里这样一段文字
好，那我可以把这段文字呢，也给大家在这里念一下，分享一下哈。其实呢，所谓的植物雌激素并非是激素只是因为它们的结构与人体的雌激素中的雌二醇相似，并且呢，与人体的雌激素受体有亲和力，故而把它们称之为植物内雌激素。实际上，它们根本就不是激素。与人体内的雌激素是两种概念，两种物质。其实，在绝大多数的植物中都存在这种类似雌激素的物质，特别是在亚麻籽、粮食制品、豆类以及新鲜的蔬菜水果中，大量存在植物雌激素，如核桃、黑米、大豆、茴香、洋葱、小麦、松子等植物。目前在植物中共发现植物雌激素高达400多种，只是平时向大众介绍的少，许多人不知道罢了。在大豆中，异黄酮介绍的比较多，加上一些人的炒作，愣是把植物内雌激素与人体雌激素等同了起来，甚至引发出植物雌激素扰乱人类性别的奇谈怪论。类似不等于相同，生物中有许许多多类似的物质，如植物这个叫什么什么醇呢？与胆固醇、叶绿素与血红蛋白，虽然它们都相似，但不是一种物质，对人体的作用千差万别。植物雌激素与雌激素也是一样。植物雌激素没有雌激素的功能，但它呢，为什么能影响人体的内分泌呢？以女性的更年期为例，当女性进入到更年期前后，卵巢功能开始不稳定，卵泡生长不能达到成熟的程度，排卵不正常或不排卵，不排卵就不成黄体或黄体退化。黄体酮减少是更年期内分泌紊乱的主要特点，而此时雌激素则可能多，也可能正常或者减少，其原因是看黄体酮对脑垂体和下丘脑的影响。当卵巢分泌雌激素的功能停止，就会导致血液中的雌激素水平下降、削弱，以致解除了对脑垂体和下脑体的下丘脑的反作用，而表现出闭经。而此时摄入植物雌激素，由于与雌激素相有类似的特点，其反作用与使用脑垂体和下丘脑受到欺骗，故植物雌激素才有了双向调节的作用。当雌激素多的时候，植物内雌激素占据了雌激素受体的位置，使真正的雌激素不能发挥作用，而雌激素不足时，植物雌激素与雌激素受体结合，起到了假冒和欺骗的作用，使机体误认为体内的激素水平没有变化或变化较小，从而缓解因雌激素减少导致的一系列更年期症状。其实，植物内雌激素与胆固醇也有这样的作用关系。综上所述，植物雌激素没有雌激素的不等于雌激素，但是呢，对女性的雌激素有欺骗作用。因此，植物雌激素不具备雌激素的功能，故与乳腺癌没有关系。这是我们这个给大家经常分享的这些内容所以呢大家不用担心使用这个生命之泉会造成这方面的问题，反倒是帮助我们的身体去控制和消除我们体内的这一类跟雌激素有关的问题这个是大家都已经经常看到我们的案例啊。那从现在开始呢，到4月30号这个到
四月底之前，我们公司现在是有一个促销啊，这个促销呢就是当你推荐两个 LAP 的时候，那么你呢可以拿到正常的350一个人的推荐奖啊，正常的推荐奖哈，正常的推荐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如果你两个月都达标了啊，那这两个月呢，你需要去在你的个人账号消费450块钱的 PV 啊，这个就像你的月购哈，就只有这两个月有这个要求。你如果想参与这个活动，这个奖励的话，那么你就要在三月底到四月，本来是3月15号开始的哈，大家可能错过了一段时间，那么到4月30号之前，大家会有这么一个。